怎么了？你好像忧心忡忡的，是有什么事不顺利吗？是不是太累了？今天的会议是有点长，要不休息一下？如果是可以公开分享的烦恼，我很乐意为你分忧。哎，你们怎么这么多问题啊？明明是我先……是因为今天上午的委托吗？不会是左然安排了什么特别棘手的案子给你吧？正相反，我会和他一起接手这个案子。等下，我和你一起梳理线索。虽然是律所的工作，但如果你有需要，我随时可以帮忙。消解压力最好的方式，往往是从倾诉开始。或许可以和我说说吗？哦，算我一个。不，我不想报警，也不希望起诉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帮我找回我女友的 AI， 她被人偷走了。那款 AI 是以我病故的女友昌夏景为原型，以她的信息和经历作为基础数据来制作的。她是我一个人花了好几年慢慢打磨的结果。而且在上传大量的真实数据后，他具有了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，他可以通过模仿、分析进行迭代，可以在与人的交互中不断学习，持续成长升级。比起冰冷的代码，他已经无限趋近一个生命体，在情感沟通方面可以做到与常人无异。对我而言，他已经不是单纯的 AI，就好像他复姓长夏，单名景。没什么，这确实是个罕见的姓氏，他总是那样特别，连他的 AI 也是个奇迹一般的存在，所以我一直相信他在延续他的生命。我最终的期望是让他在云端世界继续生活，让小景获得永生。我和他一样，从小病到大，早就接受自己的厄运了，只能期望在另一个世界获得安宁。
可就在一个月前，他被人盗取，并移植到了一家游戏公司的数据库里。我没有什么证据，这一切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我最好的朋友商路，就是他偷走了小景的 AI。 商路之前就来找过我几次，试图说服我与那家游戏公司建立合作。他说那家公司可以提供设备和资金支持，只需要我将这种可以自主学习的 AI 技术分享给他们。可对我来说，物质早就不重要了，我只希望在死后和小景在另一个世界不被人打扰。但我没想到他会将 AI 偷走，还打了一个电话说什么要证明给我看。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联系上他。我没有办法接受小景的 AI 被人利用，还要变成游戏里被公开展出的商品和噱头。剩下的时间不多，只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能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至于商路，我不想追究他的责任，这件事他也是一时冲动，我不想影响他之后的人生。你们能帮帮我吗？既不想追究对方的责任，又不想通过法律途径起诉，那他来找律师的目的是？目前的问题是，杜先生的技术未申请过相关专利，而且他提供的资料内也没有太多有效证据。难办啊，我们又不可能潜入游戏公司的数据库进行对比。一切似乎都只是杜先生的一面之词，等找到故事的另一个主角，或许会听到完全不同的版本。不愧是你啊，莫伊，总能想到问题的另一面。你的感叹我可以理解，小孩子的视角往往都比较天真和单纯。等会议结束后，我们一起回律所整理委托资料。等一下，你们说了半天，那家游戏公司到底叫什么？是真实名称？嗯，我查询过注册信息，的确是这个名字。等等，这家公司的最大投资方好像就是合印啊。我有印象，
当初决定投资的时候就觉得他的名字有点意思。前一阵还听了关于游戏项目的进度汇报，似乎进展顺利，已经进入内测阶段了。你们说要是能找个机会去他们游戏公司看看，或者……直接去体验一下那个游戏，是不是能发现些蛛丝马迹？姐姐想去吗？那我找时间陪你去体验一下。至于其他人嘛，好像都是一些无关人员。哈，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工作，早就约我去体验一下他们的体感设备，帮助他们改善升级。是吗？我之前收到了他们的邀请，让我有空的时候帮忙评估修正他们 AI 技术的拟人心理。我跟游戏公司的负责人进行过简单沟通，他们愿意配合我们调查，并给了我们内测许可。当然，你是此次委托的主要受理人，所以测试的事还是由你主导，我全力配合比较好。我有时候真怀疑你们是不是在整蛊我，怎么每次都会有一堆奇奇怪怪的巧合？每次？哪一次？我们都是有正事要做。你们刚刚还一副没听过这个公司名字的样子。我之前听我朋友提起来的时候，还以为是出于保密，所以才用代号呢。我只是适时地表达我对这个名字奇怪程度的认可。既然长夏井小姐的 AI 是在真实回忆的基础上生成的，应该还保留一些与委托人的共同记忆。在进入游戏前，我们可以再对杜恒先生进行一些访问，或许会成为我们寻找证据的关键。好吧好吧，反正是找证据嘛，人多力量大。陆总好，各位贵宾好，我是本公司的游戏商务经理白苏，欢迎各位莅临。今天各位要体验的是全息虚拟游戏代号龙的首次内部测试。又是代号，从公司名到游戏名，这是你们的传统惯例吗？这只是目前我们内部方便称呼的暂用名，正式的名字在游戏版号送审时才会确定。我们的项目采用了目前最先进的睡眠舱体感设备，可以为各位打造身临其境的真实游戏体验。就像你上次在会上说的，在游戏世界里，
我们的感官几乎可以做到和现实世界无异。以目前的技术能力，在听觉和视觉上已经可以达到 90% 以上的相似。其他的感官技术我们还在优化和调整中，尤其是痛觉，还要与舒适的体验感进行平衡。打造真实的虚拟宇宙，这也是我们公司的最终目标。抱歉，因为最近游戏中有些异常报错，我们的程序人员正在紧急排查中，压力比较大。但请各位放心，错误集中在第三个地区，并不会太影响各位体验。如果各位遇到报错，希望可以提交给我们的场外工作人员，我们会非常感谢。那位会议主持人看起来还挺年轻的。那位是我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之一，上路，主要负责游戏内 AI 技术相关工作。哦 ，AI 技术，有意思，可以请他过来和我们说说吗？当然，请稍等。各位好，请问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吗？您所说的是我们的理想目标，目前的技术能力不能保证每一款 AI 都能极致化的拟人，但有些特别的 AI 拥有足够的信息数据，可以诱发它自主学习和升级，在与人交互中不断成长。我会努力做到，让 AI 在游戏世界中真正的生活，这也是……没什么。游戏内容方面，您可以自行体验。抱歉，我还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要处理。实在抱歉，因为最近的游戏内问题比较紧急，我们的技术团队也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。如果几位贵宾准备好了的话，我们就从职业测试开始正式体验游戏吧。职业测试？我们的游戏中有守护骑士、法师、药师、神射手、指挥家、盗贼、炼金术师等16种职业。为了增加玩家的代入感，我们会先进行职业测试，为玩家分配最适合的职业。哦，那如果在回答时刻意说谎，也会被分配到最反差的职业了。虽然从我们的行事作风上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但队伍中会出现重复的职业吗？不会的，测试会在几位贵宾进入游戏设备成功组队后开始，游戏职业不会重复。顺便一提，每个职业会有不同的技能语音，在释放技能时需要您充满气势地喊出来哦。喊出来？听着好像挺有意思的。哈哈，这样看来，有个帅一点的职业
还是挺重要的。每一种职业都有自己的特色，如果准备好了的话，几位贵宾这边请。测试分析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您可以摘下设备了。各位测试者匹配到的具体的职业需要进入到游戏世界中查看，但有一位测试者匹配到的是隐藏职业指挥家，并将拥有与众不同的合体技能。现在我将提前对该职业做出一些说明。合体技能，指挥家将在战斗中负责为队友下达行动指令，作为领队调动队员是至关重要的存在。也正因如此，指挥家的技能需要队伍中所有玩家相互配合，摆出固定姿势才可以释放。是的，具体的职业特性我希望保留一些神秘感，请指挥家小姐到游戏世界中再进行体验。但我们需要各位提前确认合体技能的招式姿势，好在游戏中生成判定。合体姿势必须要所有人吗？既然是关键的技能，应该每次战斗都会出现吧？那总得选个有气势的姿势，或者是某些有特殊意义的姿势比较合适。我真的很想退出这次讨论。如果各位决定好了，就请开始吧。请各位注意，在游戏的战斗中，各位需要摆出这个姿势，指挥家小姐才可以释放技能哦。是根据各位的游戏职业使用 AI 技术进行合成的，各位觉得怎么样？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这样的造型，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和自己面对面，有趣。
其实还挺酷的呀，从服装上看，我应该是位骑士吧。就是我这身衣服看起来就有点抽象。如果各位准备好了，就请进入正式的游戏体验环节吧。请稍等，游戏设备正在扫描您的身体参数。游戏正式开始，希望您有愉快的冒险体验。